烂泥巴摇滚可以先从三四步一起做做看哈。1 2 3 1 2 3 4 1 2 3 1 2 3 4 1 2 3 1 2 3 4，好，这个是升拉跟升发。好，那我第一行再做一次哦。1 2 3 1 2 3 4 1 2 3 1 2 3 4，那再来是这边是要小心连接线。那有没有发现其实节奏的状况是一样的呢？再来从这边，我们再做一次哦，回来，因为这边刚好两个声部都是同一个音域，降西降拉降收，然后是，所以我刚刚变成给两只手各自负责不同的声响，就像在弹雪崩一样。